首先要请我们处长签下我们的大名，在今天非常好的日子，喜气的日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陈董事长也签上我们的大名。两位代表签好大名之后，来，现在我们请授权欧雄组长正式将我们授权给我们永春茶馆。这么可爱的一个吉祥物、吉祥宝宝，我们要跟观光业者来合作，把我们的产品跟他做一个联合行销，把这个 IP 卖到全世界，让全世界都知道台湾有这么好的产品，这么好吃好玩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合作是我们观光圈的一个开始。我希望目前有很多欧熊太阳饼啊、欧熊雨伞啊、欧熊的各种产品之外，那将来整个观光圈再来跟各个产业来合作，把欧熊带到全世界，那欧熊也把我们带出去，让它成为我们观光的代言人那也成为一个品牌，台湾的品牌，那让各种产业跟它一起合作，让欧熊把我们带到全世界，让国内外的游客都喜欢欧熊，喜欢我们台湾。我们目前是把台湾的国饭、卤肉饭，再加上我们的国际饮料珍珠奶茶，去做了一个双霸套餐。那这一个双霸套餐，它最主要还是结合了我们中台湾的风土滋味，所以希望透过这一个双霸套餐，在未来国旅开放之后，国际开观光开放之后，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美好的观光客，可以进入台中市来观赏我们这个城市国际的都市。目前我们米饭的部分是采用雾峰区农会的益泉香米，因为它是有机无毒的栽种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益泉香米风土的美好，它可以重现我们阿嬷时代古早味的滋味。永春茶馆在，中间摄影机好，现在右前方摄影机永春茶馆在，好，现在左前方摄影机欧熊